吃一下东西，哦，黄花飞走。你没有力气就会掉下去了 ，right？所以你要最后剩一点力气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 land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会摔跤了，知道了吧？好。 如果是不是很高摔下来，你也不会 lose life。OK， 在哪里？哎，我前面就来一只。欢欢姐姐，我前面就来一只。OK， 那你去跟 line， 有什么东西？有insect。哦。去哪里啊？后来我看不到你。我们这个可以glide。这是the perfect glide spot。嗯。后面这里是那个perfect glide spot。好吧，我有五个weapon。Daddy，过来，我们可以拿那个glide在这里啊。哦，好。I have my glider ready。